你看这谁？正好咱俩，快快快！告诉我妈俩回来，今天我儿子不知道咋回事，非要在姥姥家睡，我就没给他带回来。这会儿看看七月睡着了没？小七月，七月来到自己个这儿，行，躺到我了。跟他妈睡吗？啊、我天，这可以啊，一个跟姥姥睡，一个跟奶奶睡吗？咋了？擦，你笑啥？呀，不就没回来吗？跟咱老师的吗？正好七爷给咱奶睡了，来，你看这谁？正好咱俩，快快快！你看这床上这糖沙包不？那么小个味儿，这一堆衣服你都不知道给收拾收拾吗？给堆的，这一把子这啥样堆满了，还我睡呢，你给我留了个味儿，别怕记住了。你收拾收拾，爹爹，这多快，这一会儿不都叠好了吗？这，咱俩一块叠，快来。我不叠，你自己叠吧。我去小屋睡去，要不我去晚晚上睡，我不跟人睡了。这一堆都不知道收拾收拾，不知道爹爹还等着我回来收。别走，别走，我爹。你去那等着媳妇，我爹。看这被媳妇吓的，哈哈！听说媳妇要走，赶紧加快速度干活。媳妇儿叠好了，快快快，进来看看。叠好了，我也不在这睡。快点躺着吧，好不容易叫你歇歇，小孩不在，快，老屋连垫那个啥，连那个床垫都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给你腰酸背疼，能有这舒服？这样，你去小屋睡，我跟着睡。我一个人睡得两大床才舒服嘞。听话，明天带你吃好吃的。先说好吃啥好吃的？是吃，我想吃辣嘞，吃，给我买虾尾吃，买虾尾熟了跟着睡。没问题。明天给你买一大盆，咱吃个吃够。那中，给我买吃的就行。我先去洗把脸啊，卸个妆，给你化妆，拜拜。